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人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阿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欢喜一个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那么阿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拜一、拜三、拜五，一波是两点开始，加四点，一晚一晚。小弟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也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吼，以及到啊政府啊一寡即个单位吼，有啥物款呢？那么啊，互咱民众啊无满意即个所在，啊拢会当踮咧咱即个节目中，啊那么啊来发表啊你的即个意见啊甲看法。来，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那么咱即马现场吼，来，首先咱来讲即则新闻啊，吼，即个咱来讲，民进党哦，阿弟化工马英九啊，阿你赶紧吼，一旦将到阿扁啊吼，阿甲放登去，这个过年安尼啦。来，咱来看这则新闻哦，一个
有通好吵的啦。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昨召开中常会，那么苏贞昌总统陈水扁特赦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更加真大的这个动作，邀请到党内公职大佬一字排开，召开记者会，陈廷表示病的这个健康出了问题啦，爱积极需要医疗来照顾，更加需要甲因厝的人算讲来做伙啦，呼吁马政府卖忽视这个民意，尽速放病啊，回去过年啊。前总统陈水扁在台北荣总病房的这个28秒影音，暗外摄。那么有国内的这个脑神经科医生，以此来解读，在讲病在影片内面呈现出巴金森氏的这个症候群。那么巴金森病这个阿宏在前一个节目，阿宏就介绍巴金森伊的这个病，内容气脉。那么若是讲巴金森这个病啊，在今嘛，诶，这个西医先进的这个医学啊，还阁无法度。西医敢若讲控制控制，哪会法度人去控制？你若是讲对巴金森病这个议题，伊有兴趣，你听好调这个阿宏伫个阿宏健康漫谈。所在介绍的这个巴金森病，那么你甲看卖啊，你就知啊。所以说安尼啊，在这个影片的这个中间，有的讲就是这个巴金森病，这个症候群啦吼。其实的说安尼啊，在阿宏来讲，这嘛不是巴金森病。因为阿宏在这个健康漫谈也有介绍过，在医学的这不是巴金森氏的这个症候群，所以这个脑神经退化的这个症状，这是看影片哪会准？干那安尼都唔免医生啊哩，对唔对啦？所以伊这个讲的人，讲到到底，伊经验偌好，这嘛是漏开啊，对唔对？你医生定定咧教育咱患者，对唔对？有啥物爱医生亲身去诊断啊？对唔对？伊的时阵干那看影片就咧讲这啥物啥物啥物啊？我跟你讲，你搁较专家嘛，袂当安尼讲，对不对啦？你会当讲怀疑讲，是毋是讲有一种的这个倾向？你绝对袂使断定讲，这个就是巴金森氏的这个症候群嘛？是毋是呢？所以嘛，使讲有当时啊，我定定伫咧讲，你伫咧讲的。人真真正正内行的人，人都甲你指出来啊，对不对？你搁较权威的，你换算讲你巴金森，这个权威安尼来讲啊，是不是？你嘛袂使讲安尼啊，安怎讲？你着隔空咧在诊断啊嘛，是不是安尼？敢若较早迄个什么呀？对不对？隔空抓药，所以咱
内行的人一看就知影讲，哎，一听就知影，哎，这有合理无合理啊？对不对啦？嗯。那么那是无，搁再积极，啊来做治疗啦，病情吼，一天该退息渐进的这个恶化啦，哦。所以嘛，再讲，咱小等下搁报其他，伊有关阿扁啊这个病情吼。那么消息传出了后，民进党长呼吁北竿吼，和阿扁这个春节期间登去过年啦。阿想嘛知影哩，我说我感觉吼，像这种讲有智慧，我感觉拢无智慧，啊？民进党长呼吁北竿拜托个，北竿是凭什么要放阿扁登去过年？哦，这个对唔对啦？所以我感觉这人哦，你根本都拢全草包啦，是不是安尼？你讲北竿是要从啥个？一北竿是巩固啥？巩固医疗的报告啊，对唔对？啊来办理啊，你呼吁北竿是要从啥个？所以我搁定来咧讲啊，这种个。无啊，讲说我定来讲，国家无人才啊啦，真正国家无人才啊啦，是毋是？啊，伊咧讲叫北竿的时阵咧，阿扁啊等于过年笑死人啊，是毋是安尼？啊，啊那干呢？伊就叫阿洪讲下面阿扁啊，对唔对啦？因来叫我甲下面，是毋是安尼？所以这像这种的都牛头不对马嘴，你听有？你无针对的伊的这个需要嘛？对不对？你呼吁北竿是要从啥？迄拢假讲的嘛，是毋是？你想嘛知影？伊凭什么有资格通去放阿扁啊？登去过年？阿扁啊，若要回去过年，就是凭啥？凭伊的这个健康问题嘛，是不是安尼先？啊，你咧讲北竿，所以我定来咧讲，这民进党的嘛是感觉无人才啦，无人才。我敢安尼先讲，哦，咱家听你就知影，看阿宏咧讲的有理也无理，是毋是？你爱针对迄落嘛？敢那有诶，一个迄落马公红啊，这个马英九做。啊！你无看伊的这个权限无？对唔对？咱来针对，啊，是毋是伊讲的？是毋是安尼？啊，卡袂到了，要乱你看呢？啊，无怪乱就是直接啊。啊，那唔知影人，对唔对？无读卡的人，伊就对人戆戆说啊。人阿公安尼，伊就安尼生啊，是毋是安尼生？所以无论倒一栋啊，我拢同款。我一般。那么有一挂这个逻辑，甲我所了解一挂这个专业，那么你立法院有真侪名立赢的这个立委啦，吼，搁较痛批啦，吼，北营的什么消极治疗病啊，吼，意思就向病啊，无爱甲治疗就对啦。哦，要放个会愈烂，愈烂愈好啊，是毋是安尼？啊，愈烂个时阵，即马一个迄落人呀，大行病拢走出来啊，啊，大家证明讲你啊看，啊病哦，什么病什么病，啊当然啦，啊你这个时阵呢，引起别人个颠倒反感嘛，是毋是安尼？安尼颠倒好啊，对毋对啦？啊，上好个时阵呢，突然间个时阵，啊病啊中风啊。哦，啊，就对唔对啊？中风的时阵啊，一家一手啊，是不是安尼？啊，就这轮啊，甲因某同款啊，啊，转去，都翁阿婆转去，对不对啊？啊，两个去互相照顾，是不是安尼？所以，若要讲互阿扁啊，较紧的时阵啊，去因厝的过年啊，都我咧讲是中风啦，哦，对不对啦？就是安尼生啊。
所以一寡即个民进党也好，一寡人也好，根本就是说，咱咧读干，唔知安怎咧，安怎咧想的，乱迄款的啊，是毋是安尼？有时啊吼，因安尼想吼，会互人比较着吼，较无去用读卡的人，都迷迷糊糊。因安尼讲，啊，就一寡人就对伊安尼讲，啊，你啊看，因民进党个嘛有介侪医生啊，对不对？甚至进前这个代这个啊，是不是伊嘛是去看病啊？对不对啦？啊，因呢嘛是拢医学专家，是不是安尼？所以我拄仔在讲是安怎讲帕金森病的时阵安尼啊，唔是。阿扁啊，不是啊，迄严重的在我来讲，诊断是无错误啦。安怎讲？人因现场的啊，对不对？人因医疗啊，对阿扁啊面对面的嘛，啊仪器啊，好啊，你都知影，西医拢是注重仪器检查的嘛。你讲对啊？唔对？啊？所以说呢，拄只讲哪样的这个立委更加痛悔，讲不用的消极治疗病啊，哦，干那的说呢，可以的说呢，慢性的这个磨杀的呢，那有通个嘛？慢性的磨杀，对不对啦？以前医疗拢有记录的嘛，落药也嘛有记录的嘛，是不是啊？呢，啊，都唔是凊彩讲。啊，一个无牌的诊所，是毋是安尼？讲的话，迄死狗拢爱负责的啦，死狗拢爱负责的，你敢知？那么最新一期《一周刊》报道，那么一月中旬，民进党立委前往台北营总探望这个阿扁的时阵，有随行人士吼。哦啊，假算讲，哎，即么都方便个，踮着手机都录啊哩，吼，录即个陈水扁的即个正手安尼，吼，直直震动就对了，吼，直颤抖，目睭的时阵眼神呆滞，吼，伊的时阵口齿不清啊，讲话的时阵佫直气啊，吼，即种的即个状态，那么一番过去。伊伫个政坛口才，吼，伊个即个流利，即种个即个情形啊，当然啦，迄也使讲，对唔对啦？啊，你敢那有诶，敢那气就气死啊啦，对唔对？那贪污去用掠着，吼，对唔对啦？敢那有当时啊，那赢就赢到要死啊，对唔对？咩较早诶时阵做总统诶时阵啊，话嘴会跟动诶，啊，即卖诶时阵啊，伫个笼啊内，你都敢那想了，该赢就赢死啊啦，当然啦。绝对会出问题的嘛，对不对？我讲啊，对不对啊？换算讲我嘛是同款的安尼嘛。好，我们当时的时阵安尼啊，对不对？话水会跟动的，咩叫送安尼，伊就安尼。刷落去，咩啊？讲一句啊，安尼啊，伊安尼啊，钱就送到厝的来啊。好，对不对啦？啊，即卖的时阵安尼啊，啊，伫咧尴尬的时阵，食这种饭，是不是啊？咩爱食的时阵安尼啊，这个卤肉伊拢安尼哈，啊，无卤肉通好我食，是不是啊？啊，我爱食的时阵啊，啊，这个阮太太煮的，啊，伊嘛无可能，废话嘛，对不对？当然啦，人尴尬有尴尬的这个制度嘛，是不是安尼是？啊，所以你无想讲你家己的时阵啊，犯罪去用关，对不对？啊，你看进前咱不是报的时阵啊，啊，这个阿扁要另外组党有无？是不是安尼？啊？我跟你讲啦，假病的足多啦，对唔对啦？咱唔是讲阿扁啊假病，我跟你讲假病足多，对唔对啦？你爱按照人个医生都已经都拢有滴在你看，已经你都伫个病院啊，是唔是安尼？啊，所以我马上讲话啦，立言你讲个话。迄个唔知啊，人也是讲
较偏向绿营的人，当然伊就讲伊绿营的话嘛，迄是一定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即马咱即个讲是讲事实嘛，对不对？爱讲证据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根据报道，有的就是讲，阿扁已经安尼啊，好啊，为了讲的时阵呢，啊，你这个营长的时阵啊，搁咧变，是不是安尼是？啊，有变无变的时阵啊，你都归去的时阵呢，叫立法委员啊，对不对？你去查伊的卡路底啊。是不是安尼？因为安怎讲呢？因为伊这个病人，伊的这个病例，拢受到保障嘛。唔是迄落啊人袂使去看。那么报道指出，国内脑神经权威医生单纯性观察这段这个影片表示的。这应该是一种的这个由这个微血管病所引发的这个脑神经多系统的这个退化症。那么动作表情更加呈现出这个言语啦、运动啦，哦，也个是那小脑的这个平衡啦、感觉啦、视觉啦、听觉啦，一个都。啊，认知系统拢出了问题啦。但是以我所了解啦，吼，以我的这个浅见，我对医学一丝仔吼，小小看看呢，也这个了解啦，啊，我一寡浅见。你袂当讲伊什么行动唔行动啊？那呢？咱的相片拢冇看的，拢坐条的咧，是不是安尼？当然，伊迄个神情当然无好，我拄好讲啊，对不对？再来的时阵，总统的话去话倒的人，遐即马的时阵安尼啊，啊，关一间的，是不是？啊，当然的咯。啊！你该想，进前咱毋是新闻有报道，那么阿扁的孙阿娘伫个毋知一个礼拜几个诶，伫个即个啥物啊？自由时报啊，啥物？对不对？伫个写的孙阿娘文章啊，那么报社毋知讲予伊偌济。诶，这个报酬啊，吼、哦，我相信讲，这则新闻大家有去了解到了。啊，是安那变啊呢？就是我伫讲赢嘛，是不是安尼？啊，那么是斗闹。哦，这个马状核萎缩所引起的这个帕金森氏症，这个症候群、啊、那么加上北京长期啊、哦，这个监控的这个压力刺激，那么意思的病情啊来恶化，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我拄仔伫咧讲，迄是伊家己赢嘛，是毋是？是毋是最主要的？啊！啊！你讲什么人诶监控会拜托诶？迄有侪入去管诶人是足侪，照常监控啊，是毋是安尼？啊！有诶，搁惊伊自杀，对毋对？伫另外一间，吼，迄边啊拢全海绵啊，对毋对？要食啥着搁检查？惊的时阵，外口炸刀啊！你去炸玻璃，你去炸什么？你去，对不对呢？哎，就是啥？迄就是需要嘛。
倒一个犯罪无受人监控？我问你啦，啊，你若无伫咧外口的时阵，都无法度让入去内面，甲你监控啊嘛，是毋是安尼？啊，这人个讲了做感觉个这个必要的这个作业嘛，是毋是啊？啊，你定定讲的时阵呢，啊，要阿扁啊，啊，较宽容有啊，哪会无？咱新闻报纸甲看就知影，有啊，真礼遇啊，是毋是啊？呢，啊，伊个大个，那平人较大，是毋是啊？呢？那么苏贞昌讲，晋江伊搁在前往台北营庄探视病的时阵，发觉讲病这个病况啊，愈来愈严重啦。那么主治医生嘛讲啦，现在病啊，唔管讲是生理啦，吼，还是心理啦，啊，拢有需要适当的这个医疗啦，吼。那么特别是需要甲厝的人啊来斗阵啊，哦，当然的咯。倒一个罪犯无要甲厝的人做伙啦，对唔对啦？啊，伊的孙啊，免费凭别人搁较犹太呢，是毋是？人啊，一礼拜才会当一遍啊，是迄落啊呢？啊！你唔是诶，你啥物人立法委员啊？啥物要去？甚至因厝诶，你无看报道一礼拜两遍呢。啊，其他诶人咧，你立委去看嘛，照常，无需要受约束啊。啊，这就是特权嘛。啊，啊，你甲看唔相信？你甲看别人诶，这个受刑者，看伊一礼拜有多少人？因厝个也是朋友，有啊人甲可以免费两遍无？是毋是安尼先？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讲，变啊即个状况，互人感觉不安呐。现在大家上个希望个看到伊，就是互伊一个全面性个即个照顾啦。哦，那么好健康哦，卖阁继续恶化。当然，大家是安尼是唔忙啦，但是啊，因为犯罪嘛，就是安尼生嘛，对唔对啦？你若无犯罪，你伫外口看你咩民进党要安怎，对唔对啦？向伊管理，大家嘛管理袂到。那么变啊，民间医疗小组成员陈顺生批判台北营庄治疗态度消极，变啊主治医生陈昌明反驳啦，绝对无这种的代志啦。人伊主治医生，逐工拢对唔对啦？伫看诊，逐工拢伫关心，包括护士，是毋是？人着随甲反驳啊。那么强调。北营一直伫个为病啊调整伊个即个药物啦，并且持续针对帕金森氏个即个症候群原发性个伊个颤抖症等等者可能病因进行了啊来鉴别诊断。陈顺生毋是这方面个即个专家，对唔对？你啊看，人着甲驳掉伊啊。是毋是？你专家袂得嘛，袂当安尼嘛？安怎讲？你爱亲身来回诊，你才会当讲迄种话嘛。你用看的啥，拢无资格讲，无资格讲啦。你搁甲专家嘛是拢同款，是毋是安尼？这个讲遮粗的，那么北营对伊的这个批评指教表示尊重啦。哦，但是无表认同呐，是毋是啊？对于陈顺生的这个隔空话话啦，哦，那么北营
随即也以正式新闻稿重读重炮，啊来回击了。第一讲，陈利用周刊透露这个病患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行为，那么伊违反医学的这个伦理，吼、哦，那么该伊无法啊来鼓动，对不对？所以嘛，使讲你啊看。我啊未，进前我啊未，迄个我就讲啊。结果你甲看，是毋是？甲我的意思，拢是同款的，是毋是安尼先？所以说，看到知影讲，到底是情形安怎？所以毋知讲，我定定咧讲，你看新闻也好，听人也好，你爱去用读卡，你才知影讲，哎，要安怎正确的这个判断是非，你才有法度去分辨啦。啊，若无啦，老实讲的啦，你是非的颠倒啦，讲清楚，你安怎死的，你都毋知啊。对不对啦？那么，拄则讲这个陈顺生，吼、哦，这拢根据《一周刊》吼、哦，啊来咧报道，啊《一周刊》老实讲诶。伊也毋是专家，是毋是安尼？有当时啊，着凊彩讲讲诶，也你也要相信。所以啊，医学伊诶即个专业，啊来看待即个阿扁，伊诶即个健康问题，安尼才对啦。包括民进党什么咧，党主席什么咧，话拢无效啦，对毋对啦？伊咧发八卦。北京甲甲伊个孙安尼啊，伊咧坏，敢有法度通做？无法度啊，是毋是安尼？敢那你咧话讲啊，即、這个马英九落台，啊，伊就落台嘛？啊，是毋是安尼先？那么根据《一周刊》报道，高雄。重建营区副院长陈顺生第一讲，陈水扁罹患着帕金森氏症候群呐，啊，都唔对啊嘛，对不对？人都讲好人啊嘛。那么，但是由于台北严重消极应对啦，使得扁啊的这个症状愈来是愈严重啊。那么，对于这个北营，今日三十日。就是脏啊！吼、哦，那么发声表示，北洋全无消极的这个治疗。陈顺生对周刊讲的这个病啊，这个病情，这个行为，那么已经违反医学伦理，并使得病啊甲主治医生之间建立的这个医病关系开始恶化，是不是呢？那么，台北民众指出，陈水扁手的出来症状确实是有啦，但是经院内以及到院外神经内科运动障碍的这个专家会诊，并安排神经内科伊的这个颤抖，就是咧出的这个。图啊来检查脑部伊个即个磁振造影，啊加协助医学检查结果发觉，那么扁啊手个即个串，吼、哦，伊个即个算讲串个即个速度，吼、哦，相当个即个固定啦，吼、哦，那么并安排神经内科，吼、哦。啊，去做这个一串的这个检查啦。啊，脑部嘛是拢有做造影，哦，以及着辅助医学检查，是毋是啊？那么大约为每秒6.6次啦，就是讲伊一秒安尼，吼、哦，串6.6次，但是并毋是神经疾病所来引起的啦。
啊，所以我都伫咧讲，人伊病人什么款的情形，对唔对？医生啊，拢会诊断，煞到拢有记录的，是毋是安尼？啊，迄拢会负责的，尤其是对阿病啊呢，哦，你个普通人讲，凊彩甲你抹偏过啊，欸，这是总统呢，前总统呢，啊，你敢会使凊凊彩彩吼？啊，你若凊凊彩彩的时阵啊，你差不多，你都要走路啊，你敢知？啊，甚至你乌白迄款的有罪，你敢知？是毋是？你乌白病，即卖人咱敢无通互你乌白病哦？是毋是安尼？你小小看敏感的人呀，医疗纠纷人都甲你告啊，是毋是安尼？何况讲伊是前总统呢，当然会真小心啊，对毋对？倒是讲伊病啊，甲阿病啊，伊会好，伊嘛有名声呢，你敢知？是毋是安尼？啊，你若讲伊若去病啊吼，伊会主动都回避啊啦，你知毋知？对毋对啦？啊，这阿病啊，我着堵烂啊啦，对毋对？我要搁甲医哦。啊！你去叫别人啦，我做袂到，我无爱啦，是毋是安尼先？绝对无讲啊，照着迄落对边仔印象歹，啊边要甲创互动，无可能个代志啦，是毋是？若敢安尼效果，当然嘛是伊爱承担啊，啊倒一个要安怎变？对毋对？我着莫去插就好啊，我着莫甲伊啊，对毋对？若安怎？我着讲我。是不是安尼是？所以你爱去了解，你无了解的时阵安尼啊，对不对？所以我看新闻就是一定爱分析。那么你脑部胆管子射出多巴胺转运替这个扫描呢？那么迄个影像的这个检查发觉讲，拢伫个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啦，无。唔是讲无迄个典型就对了，哦，意思就是讲唔是迄个典型的这个症状，所以伊唔是讲帕金森这个症候群嘛。好来，咱时间到了，咱就做到这，下一个单元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现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